排长，这个方向大悲是加上重一点喽，让他三个能够快一点消业喽。对呀、啊，大悲咒就是这样啊。他给他多少遍？29还是49？大悲咒至少最好嘛49，因为大悲咒灵的不得了，又能消业，又能做功德，大悲咒又能防灾防难，又能增加自己的能量。很多人傻傻的，大悲咒这个真的厉害啊！大悲咒，我们不说经文跟经文攀比，但是大悲咒真的厉害啊！我告诉你，厉害的不得了的经啊，这属于大经啊，不是属于小经啊，明白了吗？明白。这个台长好像没有什么假告，大悲咒是厉害的，台长会厉害，非常厉害，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哦。大悲咒我告诉你不得了，大悲咒好的嘞，谁要是说哎呀我不会念大悲咒真的很可惜。好啦、哦、好啦、哦、明白了。他的心经呢写下多少遍？心经的随缘，心经主要开智慧，让他开智慧。他没智慧啊、哎、他没智慧，没智慧嘛加一点29遍了、哦、你看他的程度，你也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多，那过去都念21遍的，一点点加，就像加温水一样，你水太烫了，把人家皮肤烫坏了，明白了吗？明白。嗯。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南无喝那达挪多那夜耶，南无阿利耶。婆卢揭谛烁波那耶，菩提萨埵婆耶，摩诃萨埵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安萨婆那伐耶，树达挪达谢，南摩悉吉利朵依蒙阿利耶，婆卢吉帝是佛那楞陀婆，南摩挪那紧持悉利摩诃婆多沙咩，萨婆阿陀斗书棚阿世运，萨婆萨多南摩婆萨多，南摩婆伽摩伐特斗达智陀，安阿婆卢西卢迦帝迦罗帝夷西利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西摩西利陀运俱卢俱卢结盟度卢度卢伐蛇耶帝摩诃伐蛇耶帝陀那陀那帝利尼是佛那耶遮那遮那摩摩伐摩那目的利依稀依稀是挪是挪阿那身佛那舍利伐梭伐身佛那舍耶呼卢呼卢摩那呼卢呼卢悉利梭那梭那悉利悉利苏卢苏卢菩提叶菩提叶菩陀叶菩陀叶咪地利叶挪那紧持地利色尼挪婆夜摩挪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喻意是婆那耶娑婆诃挪那紧持娑婆诃摩那挪那娑婆诃悉那僧阿穆切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夜
娑婆诃，者吉那阿悉陀夜娑婆诃，波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挪那谨墀波伽那耶娑婆诃，摩婆利圣杰那耶娑婆诃，南摩喝那达挪多那夜耶，南摩阿利耶婆卢吉帝烁婆那夜娑婆诃，安息殿都曼多那跋陀耶娑婆诃。